现在我们越过了唐朝，我们来到了宋朝。那我可要考考你，知道宋朝有什么特色吗？宋朝可是我最喜欢的朝代，它有它独特的茶道艺术、书法艺术和陶瓷艺术。对啊，哎呦，你还知道的蛮多的啊，不错。宋朝是一个特别注重文化艺术的朝代，甚至宋朝的皇帝宋徽宗还开创了自己独有的书法体系瘦金体。宋朝的茶文化也是大众文化和精品文化的集中体现。照你这么说，今晚我们一定要展现一下书法艺术和茶道艺术的魅力了。那是必须的。After Tang Dynasty, China came to Song Dynasty. The character of Song Dynasty was its literature and art. One king of Song Dynasty was a skillful calligrapher. He crafted his own style of calligraphy, Xin Go style. Also, the culture of tea was very popular in Song Dynasty.People didn't just drink tea, they paid more focus on the way how to make tea. So tonight, we will give you a special performance about tea and the calligraphy. 在我们欣赏书法和在我们欣赏书法和茶艺的同时，我们将由徐小佳同学为我们带来一首应景的青花瓷。Let's welcome our Chinese voice, 二佳旭。苏北的路，竹枝花，微风风吹。
那让我们谢谢徐小佳同学精彩的演唱，请大家再次热烈掌声鼓励一下他。王丽呀，你这个茶泡的怎么样啊？啊，你已经泡好了是吗？泡好了吗？啊，泡好了是吧？那我们现在有请李小姐将这茶递给坐下嘉宾，让嘉宾给我们共同赏茶。 哎，那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大书法家写的怎么样了。这个，惠正明啊，你这个字写的是什么？ 阳春白雪，请问那就有什么寓意呢？首先，阳与今年羊年的阳谐音，然后阳春白雪也寓意着中国书法是传统的高雅艺术。 It means about elegance. Sorry. 哦，那请问在座请王艳怡同学来。 但是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书法吧。请问在座嘉宾有谁想要这幅书法的吗？惠盛明同学已经送给我们中国学生会，我们将由邮币中国学生会将它转赠给在座的嘉宾。请问有谁需要吗？请大家举手。 哎，谁举手举最高？我右边的美女。啊，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哦，那请我们的李小姐，李小，请我们的李小姐将这幅字画送下去，送给那位站在站起来那位同学，好不好？Which <音>我们已经淋漓尽致地向大家展示了宋朝的文化，接下来有请柴阳和沈莹向我们展示元朝文化的精髓。柴阳。